朋友们好，欢迎你来到叶燕老师的试简谱学唱歌音乐课堂。上节课我们一句句教唱了这世界那么多人啊，我们这节课呢，我把简谱给写到黑板上啊，我们来看一看啊，我们结合简谱啊，我们怎么把这首歌唱得更好听啊。我把这个换气的地方啊，你看这个 V 啊， V 就是换气口，我都标出来了。我们看这个呢也是四四拍啊，就是每小节有四拍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啊，那四分音符做一拍啊，这个就这样子 do re， 这都四分音符做一拍，那我们这个都讲过了啊，就这个四四拍的，它的节奏，它的强弱规律是强弱次强弱，哎，就是也就是说，第一拍、第三拍它是强拍子，那后边的两拍是弱拍子啊。哆哆哆来咪嗦咪，咪来哆啦哆啦哆啦嗦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人群里唱着一扇门。好，我们看注意啊，这个这呢，这前边呢，我们知道它。这个前边国号前边是前奏啊，它是最后一拍子啊，我们知道对最后一拍子呢，而且最后半拍就是一二三四，后边那个第四拍起来的时候唱这个这，就这要唱清一二三这，哎，四四拍的曲子呢，一二三四啊，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打成两拍啊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人群里唱着一扇门。哎，这个这样打两拍呢，也就是说每两拍拍一次手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就知道啊，什么时候唱重啊，就是这世界有那么多人。哎，我们知道了，这个这是的时候拍的时候，这是要唱重的啊。第二次拍手，这是。也有那么多，哎，我们说唱的时候呢，就说，哎，我这个是呢，我要唱重，哎，这个第一拍唱重一点啊，圈一圈，好，那，哎，唱重一点，哎，这个人想唱重一点啊，这样，这样，拍下来的时候是重，哎，要唱重一些，然后呢，我们有个休止符哈，人群里。唱着一扇门，哎，这个人群呢，因为这个这儿要休止符，所以说就是人群，哎，人群上来的时候，里唱着一扇门，哎，这个里呀、啊，这个场的时候，你可以就是停顿一下，就是人群里唱着一扇门，还有这个山啊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。我们叫声断气不断啊，就是这个地方你可以停顿一下，但是呢，你的气一直在走的。这个扇呢也是啊，扇门走哆哆哆哆来咪嗦啦嗦嗦咪来哆啦嗦啦哆哆，哎，我这样都打成两拍子唱啊。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，嗨，我们这个呢长存，哎，这个你看我们这个谱子啊，嗦哆哆哆哆来咪嗦啦嗦嗦，哎，这是长存，哎，从越来越高哈，这个地方呢高了，长存，下边呢下一句呢，这个地方要换一下气，这个存呢，所以说呢，大家这个存不要唱开，不要唱满拍，唱个半拍都可以，长存，初见你蓝色清晨，这个清呢有个拉哆，有个是 E 音啊，清拉哆清晨。好，这我们前四句了啊。这首歌呀、啊，很多这个 E 音呢，你看，门拉嗦，我迷蒙的眼哆来，眼睛里长存初见你。蓝色青拉哆哆，很多这个意音的啊，还有另外这个注意呢，就是我问这首歌，他唱的有很多，
啊，用了很多气声啊，就是唱的比较轻柔啊，这个都要注意一下。那我们下边呢，这世界那么多人，多幸运我们有个我们，跟这个前两句一样的啊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多幸运我有个我们。好，走走走。哆来咪嗦啦嗦嗦，咪来哆啦嗦嗦来哆。这个是啊，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，常让我往远方出神。哎，这句是这样子的啊。我们说这个这呀是嗦，哎，这个很短的啊，前面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半拍的这。悠长命运中的，哎，前边是哆哆哆来咪嗦，上面是哆哆哆哆来咪嗦，这稍微变了一下啊。晨昏长春是一样的啊，这个昏呢，然后呢不要拖太长，这个地方给点时间换气啊。这个晨昏昏也收回来，是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。哎，这个我呢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换不过来气的时候，你可以加个换气，不用换也行啊。我们国号就可不换啊。好，下边啊 ，so re mi mi re do re mi so la do la so mi re do la so mi re， 哎，我们这两句哈，灰树叶飘荡在池塘。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池塘，这个塘啊，嘴口腔要张开啊。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，有一个啊意音啊，来下边啊，就是乡，也不要唱这个乡呀，唱短一点啊，这个给我换气啊。光阴的长廊。哆啦啦哆咪嗦咪瑞哆瑞咪啦嗦嗦，脚步声叫嚷，灯一亮，无人的空荡。就当要嘴张开啊！脚步声叫嚷，灯一亮，无人的空荡。哎，这个浪，哎。下边就脚步，哦，这个地方有个换气啊，我觉得啊，在这个狼两拍，那我们唱一拍半就行了，给一点半拍给换气啊。光阴的长廊，脚步声叫嚷。哎，这个嚷的时候也一样啊，哎，这个就是基本上标点符号在前边啊，这个地方换一下气。这个呢，亮的和无之间也是啊，这个可换不可不换了啊。这就是那个主歌部分啊，就是基本上讲故事的这部分啊。好，我们这边呢，黑板上写的是基本上是副歌部分啊，就是它的高潮部分啊。咪嗦哆瑞咪哆咪哆啦嗦嗦，哎，这个是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。哎，我们说呀，这个的地方啊，就是咪嗦哆，一下就一下从咪嗦哆来咪，哎，从这个一下就高起来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歌呢也是真假声转换，也就是前边就是真声哈。晚风中闪过，哎，这两句实际上就闪过，就是假声了啊，就是大家要把这个苹果肌提起来啊。晚风中闪过，哎，下边。哆咪哆啦嗦，哎，这个从哆咪哆，哎，这个拉呢，我前面画了一个啊波折号啊，这个是叫做拨音，我们以前讲过拨音，哎，它等于是哆啦西啦，是哆啦西啦，这个拉啦西啦，哆啦西啦嗦，哎，再来一遍啊，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，下边。啦嗦咪瑞哆，啦哆嗦咪瑞，飞驰中旋转，你不见啦啦。哎，下边呢？咪嗦哆瑞咪，哆咪哆哆瑞哆。哎，
是有一个这个你一身情郎，这个有低音啊，你一身情对郎郎，哆啦嗦咪来哆啦哆嗦咪来哆哆，身旁那么多人，可世界不声不响。哎，这个声呢就是这样子的啊，这个声呢看是后半拍来唱啊，声哎就对啊，第一个是空啊，空刀啊，声哎对，我们打拍子呀、啊，身旁那身旁那么多人，声哎就是拍一下啊，声哎。身旁那么多人，可世界不声不响，就是这些附点啊，声都不响，哎，就是不声不响。好，我们到这个地方啊，就这个第一段唱完了，我们这个反复记号重新唱啊，我们就不用管了啊。反复以后，我想说一点，哆啦嗦咪来哆。身旁那么多人，第二段就来到这个地方了啊，下边二房子啊，第一段的时候是走这一句哈、啊，第二次呢是拉哆嗦咪来哆哆，有点不一样啊，这个声呢就是有两拍，哎，这个以前这个声是一拍半啊，我把这地方连起来唱一下啊，咪嗦哆来咪哆咪哆来下嗦。拉嗦咪来哆，拉哆嗦咪来，咪嗦哆来咪，哆咪哆哆来哆，哆拉嗦咪来哆，拉哆嗦咪来，哆哆。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。飞驰中旋转，已不见了吗？远光中走来，你一身情郎。身旁那么多人，可世界不声不响。下面呢，这个地方唱完了以后，我们的笑声中拂过几张旧模样啊。实际上，它谱子跟前边是一样的啊，我给它画了一下啊，我这个省黑板啊，我直接写到下边了啊。咪嗦哆来咪，哆咪哆来下嗦，笑声中拂过几张旧模样。哎，跟前边是一样的啊。旧模，这个拉啊是个播音。旧模，旧模拉起拉，哆拉起拉。旧模样留在梦田里，拉嗦咪来哆留在梦田里，拉哆嗦咪来。哎，我们这个地方不一样啊，上次拉哆嗦咪已不见了吗，这个哎下边这个表示拉哆嗦咪来，哎这个永远不散场，哎，这个地方呢是有点稍微有点 trick 啊，永远不散场，哎，这个散呢就是散半拍，它延了半拍，哎，这个场呢是这个 right 后半拍，是永远不散场，哎，看我的啊，永远不散场，哎，这个散不散场，哎，这样唱起来，就是它散要拖了一下啊，就永远不散场，就拖一下就是比较好听的啊。最后还有一段啊，最后一段就收尾的。嗦哆哆哆来咪嗦咪。啊，我们现在就是又回到主歌的这个旋律了啊，就是这不一样的时候，这大家注意啊。我们前面有一二三休止符，这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一拍啊，是这是一拍啊，这世界有那么个人，那我们是用人的个啊，那么个人哈、啊，嗦哆哆哆来咪嗦咪，咪来哆啦哆啦哆啦嗦。
嗦哆哆哆哆瑞咪嗦啦嗦嗦咪瑞哆啦嗦嗦瑞哆。这世界有那么个人，活在我飞扬的青春，在泪水里浸湿过的长吻，常让我想啊想出神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唱歌，如果你是音乐小白，想跟跑调说拜拜，就来听我的课吧。请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就可以跟随我的课识谱唱歌，一举两得，做到试简谱、抖音高，学唱歌不跑调。谢谢大家的点赞、转发、订阅和留言支持，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点你想学的歌。我们下次课再见。